我主题是让学生自己设计游戏，然后自己玩，然后就是一个老游戏，就是猫捉老鼠。那这边是游玩的过程，就是如果我的猫碰到老鼠的话，就会叫一声，然后之后它就会回到它的原点，然后再做追逐。但目前程式就只有写到这边，对。那未来的展望就是希望可以加入一些背景音乐，然后或是让难度更高，可能让老鼠的滑动速度更快。然后，对，大概就这些。对，还没有想到那么多。对，谢谢。感想呢？不用一定要站起来。感想就是，是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课，然后觉得学到很多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 Arduino 这一块，对，那觉得他用 Scratch 这个语言来撰写程式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很直观，对，然后谢谢老师的指导，谢谢。